你们也可以叫我景景。那我身高是178公分，体重55公斤。那我今年22岁，平时的兴趣就是喜欢爬山、游泳、开车。我会接触到跑山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因为家里都是生男生，那我都是跟哥哥们混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所以他们都喜欢开车跑山，那从小就是因为坐他们车坐习惯了，那就导致成我也喜欢做一些挑战性的事，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喜欢跑山。因为我其实是贡寮人，在贡寮长大，那我平时跑的话都是跑平溪啊、九份还有牡丹那边居多啊。最我觉得最常跑应该是滨海，因为就是你一路开过去可以看海，是蛮舒服的。我觉得运动带给我来的好处，就是因为我从小汗腺板就比较不发达，那我只能靠运动来帮助我排汗，那排汗就是会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。